嫁过来的。我娘家在广东，我母亲是上海人。不用上海话会得讲了吗？家是广场。上海话讲啊，讲得不好，实在忘记掉了。香港公主行动。我想我还是安徽。我的上海话是妈妈说的。让你口他们出面，把烂摊子清了。上海市的公安局，你父亲曾参战，孟奎，还有外长陈露，那几个大案子，你的钻戒。谢谢，真不好意思，不是我的，东西还让你拿着。没事，这是应该的。四级表弟不必客气，他也是刚来香港，顺便带他出来转转，开开眼。在广东是做哪个行业？教书。在乡下一个小学。